这是一个倾翻倾翻货叉，装了一个大的料斗。这种铲斗容量比较大一些，距离车身更近一些，适合小空间使用，用于在工厂啊工地装卸一些散料。它就是一个倾翻货叉，倾翻货叉，然后把这一个铁斗子插在货叉上。这个斗子也是可以定制的，有那种三角斗，有这种方斗，容量不同，使用的方式也不一样，用处也不一样。它也是快速拆卸的，可以直接把它拆下来，把这个斗子只保留倾翻货叉。